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丰年。那么今天给他带来一期大师的笑讲解，玩的是雪上热点。所以他父亲为什么带手喷？他的注入器是短枪，父亲还带手喷吗？这个组合有点少见呢，就跟爆炸机配手炮一样，感觉很奇怪。这可能想要当经典杀手吧？可以的，非常符合游戏名称。打了一个后死了。这波开局没有人去内场呀，这张图开局是要抢core，大家不能五个人抢吧？点毕竟在内场，要有人去的。正常来说，开局是两把长枪抢空儿，然后正门走一个 ，C 走一个，悬崖走一个。如果想要以空儿为核心打，那就是 C 也往空儿走，然后把空儿抢了后再跳 C 一。这波杀疯了呀！又打了一个，被补了，被悬崖打死了。符合给约威，这点快要结束了，下个点 C 一，他现在可以去 C 一，也可以去空儿，看看会如何选择吧。再跟正门博弈，哦，被撞死了，边被顶了，再 C 活了，没事，这点再 C 活是可以的。C 点在 C 火，就是进攻方会更好打点。打了一个，又打了一个，刚扫到了，那场有人，先管典礼。掉了，防守看那场，但典礼又进人了，不管了，先打那场。打掉，接手喷，喷了一个，死了。这换以前的手喷可能双杀了，但可惜现在的手喷把枪管塞别人嘴里都不一定会死。然后有反约杯呢，看约杯嘛，坏了，这就是经典问题之猜猜反约杯为什么叫反约杯。往正门走嘛，刚刚可以往内场走的。不行，这个反越位看得给我整难受了。真的热点反又可以反十秒，那都说明真的是没有人打飞机。在 A 边火，哦，反又没了，舒服了，世界瞬间清晰。我操你妈，对面卖反又的是吧？我真的很讨厌马赛克。没事，对我把点站住了。这你要有地图我可以跟你说你要看哪，这没有地图我只能说爱看哪看哪。哦，有个队友出手了，太棒了。我操，家里还复活人了。他也知道得要稳 A 的4点来典礼，悬崖有人，打掉换个弹，右边显示没有人了，家里没有人，看正面，哦，这波是会摇呢，左摇一下右摇一下，找了一个好位置，原地变成小摇子，没事，好在4点没晃，可以开左轮了，得要抢点，好笑没开，这波开了就要白给了，啊，现在开吗？等血回满了开吗？不用这么急的呀，典礼开弩了，往后退，从左边进。空了一枪，又空了一枪，又空了一枪，那没事了，绕一圈进点，左轮没了，然后细节场没有滑起来，哇，这波左轮全马太伤了呀，不过没事，队友又把点抢下来了，队友直接杀疯，队友很猛啊，那他来稳复活点吧，单个后点位挺好的，疯狂造兵，但现在队友死亡了，点没了，过来救一救，队友的流了血，把门口封住了，很关键，没血了，打了个残，切手喷，小补吗？你好啊！天哪，手喷魅力时刻，哎，所以说为什么要带手喷呢？这波带毒刺都杀了，而且刚刚那波也没有必要去补枪呢，踩点的干嘛要补枪呢？对面急他又不急，下个点了，哎，干嘛啊？进步啊？去抢点啊？这里会拉复活点的，队友搁前点浴血奋战，他搁后面没进步，我旁边有脚步，他进步不会是为了阴这人吧？这人被队友杀了，坏了，这一波好像啥事也没干呀，还白给了，空二活。哎，还进步？不是，干嘛老进步啊？他的名字是想成为点内的神，但刚干的事好像跟名字不沾边呢。他刚刚全程都是想成为点外进步的神，他搁点内的时候踩点打得比对面急，搁点外打没点的时候又不急了。好，就又把点抢下来了。这波抢点战役他的作用好像还是很有限的，看一下手点吧，给个防爆，悬崖没人抗。哎，老点又没人踩了，回来踩点，悬崖有脚步，打掉。关长。黑牛白牛带我沈阳了我走，这个是黑白无常还是黑牛白牛？总结吧，今天这位选手终于有标准，先让你们沉浸式看一会儿。这波已经不知道看哪了。风风小提示，当你迷茫的时候找个死角蹲下就好了，越是迷茫就越不能乱跑。今天这位选手枪法和第三理解按战神标准来看都有 T1 的水平，枪法这一块除了左轮那一波都还可以，但意识啊中后期就有点过分了，
就他有的时候的进步我就没看懂，他是想要阴人吗？没必要啊。热点除非你要阴的是很重要的人，比如对面开技能了你要偷塔，或者对面要开河了你要保住脸面，不然真的没有必要进步摸人的。而且就算进步，那也不是在后点进步耶，在关键位置摸个几秒可以，但你别上来一摸摸十来秒啊，摸这么久谁受得了啊，对我怎么办？还有开左轮，他的左轮跟上一位选手很像的，就开了后都很急，他的急比上一位的还要急，什么各种踩火钢拉，他没开左轮前不敢干的事他开了后敢干了，开了技能应该更谨慎，不应该更冲啊。他有很多波可以把左轮拿来守点的，比如前面抢了点后就可以开左轮了，天上还有 UAV， 明明可以玩中风险高收益，但要等点没了后再开，玩高风险高收益，技能守点开嘛。最后他意识道具连杀方面，意识 T2 道具连杀 T2 到 T3，这把真的挺可惜的，以他的枪法理应可以干更多事的，但这把他发育的作用跟他的枪法并不匹配。行吧，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啊炸弹掉落了，我方电击小车准备就绪。Hello, motherfucker.